然后，对，我没有录音，我先录完音，我把这个 folder 再发一下，然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然后 in case 你没有直接 link，然后我们这次呢，我这样 propose 了一个 solution，然后最下面有个 Q&A，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不是很 urgent 问题，比如说你觉得我这个 design 不 work，你要觉得 design 不 work，你就直接提出来，或者你觉得不是很 urgent 的 question 呢，你就直接提到 Q&A，然后我们 work through 这个 design 以后呢，会 go through 这 Q&A。然后我接着谈，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如果没有额外的要求，特别面试的时候是尤其如此，就是怎么样简单怎么样来。然后，但是在比如说工程中，这个，比如说在工作中的 system design 的话，你需要做一些额外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分析可能的，很快的，就是 immediately near future features requirement。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比如说你设计一个系统，很多时候跟你讨论的人不是 technical oriented，比如说 product manager，当你说让你加个额外 feature，比如说在 user profile 里面加一个 birth date，然后能 search based on birth date，然后你说我们必须 totally restructure 或者 totally redesign 或者 totally 就是你这个 existing design doesn't work，那这样的话就会给人一种很不靠谱的印象。所以说你就是当你 design 的时候，你很快的要 foreseeing。就是很多 near future 的 requirement，所以说在 system design 里面，就是 business sense 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理解就是你的 business sense。所以在包括在 interview 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花10分钟时间去搞清楚你的 business use case 和 business sense。然后呢，就是第二个10分钟可能要花在这个 constraints 上，然后就是 architecture API database choice 和 data model。很多时候，你 architecture 和 database choice 可以放一起，就是当你画完那个二，就是那个 graph 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用什么 database 了。所以你这个后面的时间其实还是要稍微长一点，但是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花点10分钟时间，去 focus on the 那个 use case 和这个 common sense 还有 business use case，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有的 design 都是 business oriented，所以 business sense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然后这个后面的 design 呢，其实有一系列就是。有迹可循啊，我喜欢把这个 design 变成那个堆积，就是堆积木啊。就比如说，比如说面试官让你堆一个埃菲尔铁塔，然后面试官要求这个埃菲尔铁塔上面能放一个1公斤的旗帜，或放1公斤的糖果，是吧？那么你就得选择，首先你得看这个埃菲尔铁塔形状是什么样子的，是吧？你得选择积木的形状符合埃菲尔铁塔，然后这是相当于你选 database 啊，选 API design 啊，这个形状是。像那个埃菲尔铁塔，然后同时呢，有一些 subtle 的要求，比如说它这个它有一些 subtle 要求，比如说这个 user 要求10个 million user 同时 online，那你就必须对你的积木的那个材质有所了解，那你就必须对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 database，我到底选用 MySQL 呢，还是用选用 Cassandra 呢？我们必须对这个积木的材质有所了解。所以说这个distributed system design 呢和那个传统的 engineering design 和堆积木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你知道你的 tool 是什么，然后你把它 tool combine 起来，然后堆成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积木，是吧？能堆成一个符合甲方要求的积木，符合你面试官要求的积木。然后就是其次的话，在 system design 中，就是你会发现你看那个 system design work 不 work。就是你就比如说，someone present you a system design，然后你用你的 common sense，用你的 back knowledge 来决想它 work 是远远难度是远远低于你自己设计一个的，你知道吧？所以面试官在 system design 中，其实工作会远远比被面试的人要容易，因为你只要看这个人设计的容就是 work 不 work 就行了，满不满足所有的要求，checklist 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设计一个就很难。所以说，这个就是 Hacker News，我喜欢读 Hacker News。Hacker News 上有一种成熟的观点，就是挺多人观点，包括我有时候在跟组里面人讨论的时候说，System Design 呢有两种 Disagree，一种 Disagree 是 I disagree with you because it's fundamentally not working，就是 fundamentally 你这个 System Design don't work，这种是一种design，这种一般你就得搞清楚为什么 fundamentally don't work 是吧？有可能是提问题的人有问题。提的问题有问题，有可能是你的设计有问题，这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你，就是我有这种经验，就是我设计了一个系统，然后 fundamentally didn't work，然后被打回去重设计的。这样是很不错的，因为你从 theory 的角度，
就说你的 system don't work， 有点 embarrassing， 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花了两周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然后去给那个非常distinguished engineer present 去了，然后说这个不 work， 然后想了想确实不 work， 啊，有个 optimistic locking 的一个就是 concurrency control 的一个那个一个设计，确实不 work， 就比较 embarrassing。但是你花一周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设计一个从 theory 就 work 的系统，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你发现 bug 的话。coding 的 bug 你都是能解决，但是 system design 的 bug 你除非 re-architecture， 那可能花以年来计算了。所以这个如果能从 theory 的角度就发现不 work 的话，那需要就是 you're blessed right， you're fortunate to find it from system design level。 然后另一种 disagree， 我们说过两种 disagree， 一种 disagree 是 fundamentally not working， 另一种 disagree 是I don't know what's the best solution but I don't think your system design is actually a best solution， 就是他不知道你这个 design solution 是不是 best， 但是他觉得你的 design solution 不是 best。 如果他能提出 best solution 那当然就好了，但是很有可能很多时候提不出 best solution。 为什么提出 best solution 呢？因为你这个 system design 是有很多 constraints， 有很多假设的 assumption 的，可能只有 Oracle， 就是可能只有 Oracle 知道 a better solution 或 best solution。 就比如说你 下那个围棋啊 AlphaGo 就是出来砍瓜切菜是吧，就是 Google 那个研发的 AlphaGo 砍瓜切菜。但是我看了好多那个评论，就是在职业围棋的评论说他们假设有一种叫围棋之神的话，就是 Oracle Go， 那觉得 AlphaGo 呢是不到围棋之神的水平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 beat AlphaGo， 你知道吧，就是没有办法去 beat AlphaGo， 但是他们觉得 AlphaGo 没到围棋之神的水平，那他就是最强的，但是没有办法但是他没有就是最强的，但是他们不是最优的，对吧，这是那种。如果是这种的话，你像 AlphaGo， 别人觉得别人不赞同他是最强的，但是呢别人找不见比他强的，那就 fundamentally 就是一个最好的 design 是吧，就是至少现在是最好的 design。 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呢，是可能就是不是 best design， 原因是best design 呢一般是要求你下面积木呢是非常 customized， 但是我们看到已有的比如说 database 啊，已有的 tool 啊，其实它很多都是非常僵硬的，就是比如说 DynamoDB 就用起来非常僵硬很多时候，这是有多种原因的。所以你不是 best design 很有可能是因为已有的 tool 不是能 support 你变成 best design 是吧，你可能会有个 better solution， 如果你 reinvented tool 的话你可能会有个 better solution，但是你不可能花时间去 reinvent the tool， 除非你是做 infra 的是吧，做 infra 你可能就是根据你的 case 来fundamentally reinvent your tool， 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这个时间，所以你必须将就一下，所以说这种的话你就可能不是 best solution but it's a working solution。 所以说包括不管是工作的时候还是系统面试的时候要分清两种，一种是这个 design fundamentally not working， 那你就该 discuss 该改，然后另一种是It's not the best solution， 但是我可能没有想到 better solution， 或者是我觉得有可能有 better solution， 但我就是总是没有想到。那其实这个是 design 是 work 的。你到时候跟面试官讨论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觉得 I don't think my design is fundamentally incorrect， but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better solution in this one， but I couldn't find one， 对吧？你就说可能会有个围棋之神下的比 AlphaGo 好，但是短时间内找不见，是这样子的。所以说system design 呢只要有找一个 working solution 那就很不错了。好，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觉得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好，那我继续了。这面呢就是我们上周呢讨论了一下这个就是 design slack 的话要满足以下几个 functionality。通过有 direct message， 我们当时调的就是谈的这个 requirement 就是 direct message。可能有 group message 或 individual message， 然后你可有 link preview， 然后你有 multimedia message， 然后 message notification 和 highlight unread message。 首先就面对这个，如果从这个 design 的这个 system design interview 的 tricks 来讲的话，就是你觉得首先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很多时候我会拿这个问题问三年工作以上的同学的，就是你遇见这个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太大了，说Can we reduce it to a smaller group？ 来，就是把它分成一个 MVP feature 和 bonus feature， 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说，哎，我们 MVP feature 是以下几个，然后 bonus feature 是剩下的。然后其次呢，你要分析出这个有什么 assumption 是在这个 design 里面，因为所有 design 问题都非常非常 vague， 非常非常笼统。
你又说要搞清楚一些 assumption， 比如说你可以说这个里面我们就 assume 有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到了，你这个 shoulder request 都有个 user token， 就 verify 你的 verify 你是就是 A 是 A B 是 B 了。然后你也可以 assume 说这个 mobile 方面或这个 web client 方面就是不在这个 design 讨论中，我们这次这个所有的 design discussion 都没有 mobile 和 web client， 因为我对这块不熟啊。如果有同学感兴趣 organize 班的话，我也就会挺感兴趣的。但是我对这块不熟，所以我可能就 bypass 所有的 mobile 和那个 web client design， 他们有不同的 product design， system design。好，然后另一点的话，你就得明在这些都搞定了以后，你要明确你这个 design 呢是为什么目的服务的。我觉得上次那个孙杨同学说的很好，就说这个 Slack 呢，首先是要 high available， 就是什么时候都在线，然后 high reliable， 就是你 message 不应该 lost， 是吧？然后 consistent， 你不能就是 consistent 的话，这块就是，你不能出现这个 inconsistent message， 是吧？就是 A 和 B 看的不一样，这样会出现很多问题。然后最后一点是 real time， 就是这个 message 应该 deliver 相对比较及时一点。然后我们上一次讨论的时候呢，是讨论了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把它量化，这块前面都是定向那个问题，然后讨论一下这个 use case， 然后把这个问题量化。这量化比如说我们可能有 daily active user 可能是 10 million daily active user，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做了一些简单计算，假设一个 user 每天发100个信息的话，然后高峰时段是平均时段的5倍的话，那我们平均下来的 message per second 是5万个 message per second， 就是这个系统需要处理5万个 message per second。然后那这个 throughput 呢，是假设一个 message 是 100byte 的话， 100byte 可能稍微有点小啊，但是假设的话就是差不多 throughput 100 megabytes 每秒。 storage 呢需要10个 terabytes 的 data。 那然后我们这块还填了一些其他的那个条件，比如说这个一个 group 里面有多少个 member， 我们说可能1000个 member， 这个都是就是条件。你可能要跟你的那个面试官问这个问呢，主要 focus on 两个方面，一个是 QPS。那比如说这块这个 QPS 就是message 的角度呢是5万个 message 每秒，然后从 data 的角度是100个 megabytes 每秒，然后一个另一个角度呢就是 total data size， 然后你这个 storage 可能就是10个 T， 这块应该是 assume 你有那个 time to live 的。有的那个message app 是就是它是没有 storage limitation 的，它是 guarantee forever store message 的。那个的话可能就得那个的话可能就比如说 Discord 那种你就可能得计算十年以后的 storage 有多少，或者是五年之内的 storage growth 多少，因为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虽然你是 store all the message， 但没有人会看两年前的 message， 一般来说，所以你可能有通过其他的优化的方式。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有同学问说那个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数值大小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了。这个其实这个数值是一直在变化的，我觉得常见的 rule of thumb 就是如果你有超过1000个 message QPS 每秒的话，那你多半是要多于两台机器的。首先你不能只有一台机器，因为你只有一台机器有 single point failure， 所以你一定要至少两台。但是如果你是要多于1000的话，1000到10000之间的话，你多半是要把它就是 further partition 的。但是这个呢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就是比如说10000是基本上一定要做这个 partition 的，就需要就是多台机器来处理的。然后但是这个数字呢其实一直在变的，我这块列了一个 further reading， 这个是Expensified CEO 写的，非常有趣啊。他是用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 SQLite， 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 single SQLite， 然后可以处理4 million 的 QPS。 他是用192个核，然后这个 storage 是3T 的 SSD，然后1T 的 memory， 它是可以处理4 million 的 QPS。 然后但是这个所有的 QPS 都是 read， 它有 write 的话你可能会更复杂一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你如果在 Amazon 上租一个这个 AWS 上租一个这个相似的机器，我查了一下大概一年花24万美元，我去查了一下大概一年花24万美元，就可能比这个稍微差一点，因为它这个机器实在有点过于 powerful 了。这是2018年1月份写的，就是这个机器过于有点 powerful 了，然后可能需要24万多美元。然后但是呢它可以达到4 million QPS， 就是一台机器 scale up 可以到4 million， 所以就感觉很有趣。这篇文章我也很适合读啊，我觉得它 design 非常泥石流，就是就不用 DNS， 然后把所有的那个server lookup 放在那个 executor host 里面，然后换成一个 JSON， 然后 copy 它那个 configuration 时候就是 SCP copy，
不用 不 set up 那个 DNS domain name server lookup 那个 service、啊、我觉得设计非常泥石流，但是、就是非常就是 work 的话我觉得也挺有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 就是通过这个数字呢大概知道，如果你 scale up 的话四个 million 可能达不到，但是 read 的话一个 million 每 QPS 还是一台机器还是可以能达到的，虽然可能这台机器非常 expensive scale up 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大概估计，就是你如果是一台机器的话，你可以在1000到一个 million 之间，然后这一个 million 的话可能就是 only read 是吧，你要写的话可能要稍微多一点。好，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你大于1000的 QPS 你需要多个 partition。 然后其次的话你要看这个 data， 有的 QPS 很低，比如说我做 data 方面的话可能一小时只有三个 request， 但每个 request 需要读的 data 量是两个 gigabytes， 那么你就比一小时十万个 request 每个然后不是一秒钟十万个 request 每个 request 只读两个 KB 的一个 byte 的那个其实总的那个数量总的 data size 是要大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它那个你可能 request 很小，但是你的那个data size 很大，所以你这时候看你到底是 data size 是 QPS 还是是 bottleneck 还是你的 QPS 是 bottleneck， 你要算的。然后 storage size 的话，一般来说一个 MySQL server 可能就是500 gigabytes， 可能要比这个还要小。你像它这个 scale up 的 server， 它的这个 storage 也就3 TB， 它还要分一些给系统啊，还要有一些其他的。你也不能全部都用了，因为你有其他的需求，所以你这个一个机器可能就几百个 gigabytes 左右，我觉得是比较 reasonable 的，就是现在可能100个 gigabytes 左右是比较 reasonable。我稍后会讲 B-tree 啊， B-tree 的话它有多层嘛，三层和四层。如果你 B-tree level 是3的话，差不多就是50个 gigabytes， estimated data size 就是满的一个 B-tree 的话，大概是50个 gigabytes。如果你B-tree level 是4的话，可能就是近几个 terabytes 了。Constraint 需要考虑每台机器的 network bandwidth 吗？需要考虑啊，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但是这个一般不是主要的 limitation 啊，有时候也是 depends on 那个什么。一般这种不是主要的 limitation， 为什么不是主要 limitation？ 因为，就是基本上你这个limitation 呢，一般都是这个 database read 和 write。因为你这时候很多时候是要访问 disk 的，所以你这个 response time 一般是最慢的。 network bandwidth 呢一般来说不是主要的，那除非你是做 scientific computing 的话， network bandwidth 是主要的。所有的 constraint 如果你思考的话，其实你就是 CPU utilization rate， 然后 memory utilization rate， 然后 disk utilization rate， 然后是 network bandwidth， 就是你从机器的角度来讲，然后它这个超过50%的话，一般是要远远就是低于50%的，30%、40%，因为你可能有 data center fail over。超过50%的话，你是要去就 scale， 就是 horizontally scale， 你需要开启不同的机器。好，我看到有的人在做笔记啊，你可以坐在这里面，没事的。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 architecture。这块的话就是我设计这个呢其实是远远比这个就是出的题要复杂的，然后也是希望解答一些衍生问题，然后有问题的话还可以接着问。我们这块呢就是把它 break up 成 microservice， break up 成很多，比如说你有个 account service 是 manage user account information 的，你有个 user service 可能是 manage user friendship information， 你可能在 Slack 里不需要，因为你在 Slack 同一个 organization 你可以跟任何一个人谈，但是你比如说在 WeChat 里面就需要，或者是你在这个有一些需要 verify friends 里面也需要，你可能有个 group service 是 manage group membership 的，有 media service 是专门处理multimedia 和 link information， message storage service 是专门存储 message 的，这个呢是我忘了这个 not responsible 是啥的，然后还有 notification service 是专门负责 notify user 的，然后这个的话还有 channel service 是这个 master service， 所以你的所有的 request 从 user 的可能都要经过 channel service， 这个是我的一种 design， 你如果有一种其他 design 也 work 的话也可以，就是当然也行。然后最后的话是 message search service， 这块主要是进行 message searching 的。所以在这个 design 中是把所有的 module 呢全部 break 成小的部分了。所以相对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有很多 micro service， 但是这块的话如果把所有的就是比如说把你的这个 functionality 都在这注释的话其实也并没有很复杂。然后我们这块在 architecture 里面呢还要简单讨论一下这个 database， 在这个里面
我们先讨论简单的 account service、friendship service 和 member、group service 呢，这个可以用 SQL 来存储它的 data， 因为它就是非常 relational database。比如说这个 account 一些 metadata information 啊，然后谁和谁是 friend 啊，谁在哪一个 group 里面，这个可以用 SQL 来存。然后因为它这个 lookup 有非常显著的这个就是最新的 data lookup 更 frequent，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加一层 Redis 或 Memcache 来做 caching。所有的 caching 呢都是优化，你可以最后再提啊，你可以先设计一个 working solution， 然后最后加 caching。一般加了 caching 以后，你的 lookup time 会缩小至少一个数量级，是10倍到20倍，甚至100倍也可能。所以这是 caching 的主要目的。然后 medium service 的话，比如说你 upload 一个 message 或 upload 一个 video 的话，所以你要 upload Amazon S3。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个 CD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这个是为了更快的 deliver data 的。好吧。这个是为了更快 deliver data 的。请这位同学 mute 一下，如果或者你有问题的话，请问。然后 notification service 的话，你可以通过传统的 storage 去做，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API， 然后 call external notification， 或者你可以做成 Kafka。Uber 是有个 Kafka notification service， 你只要往这个 Kafka message queue 里面 ，Kafka 这个 message topic 里面发 message， 然后它就会 guarantee delivery。然后这个 notification 这块 exactly once 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很多时候你要设计靠一个 third party API， 比如说一般 notification 的话，比如说 Apple 它的 Apple notification API， 然后 Android 有它自己的 API， 然后如果你要 exactly once 的话，如果你要用 exactly once 的话，你需要就是做 two phase commit， 非常复杂，not worth it。所以就是 exactly once 一般是非常，除非你有这个需求 exactly once， 所以一般不做 exactly once 处理。你如果出现了 duplicate notification， that's fine。Message story service 的话，message story service 的话，这块的话就是主要存储 message 的。我是用 Amazon 的 DynamoDB 存储的。这个 DynamoDB 的话，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是 DynamoDB 呢，就是它 originally 就 support 那个 horizontal scale， 它基本上可以 almost 可以 infinite scale。但是 DynamoDB 在工业界中已经常见，就是 scale to 1000 nodes。然后就是它 scalability 相对来说，你比 SQL 来说，SQL 其实你也可以 infinite scale，但是你就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额外的这精力去管理它。然后其次的话，DynamoDB 的 API 呢，对于这个 message storage 有额外的好处，我们会稍后讨论。然后 Dynamo 呢，如果你有 Amazon 的 DynamoDB 呢，你有它那个 DynamoDB 就专门的那个 cacher 叫 DAX。Dynamo 是 closed source 的，是 AWS 版的 Cassandra 是 open source 版的 Dynamo，但是中间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有一些 implementation details 不一样，比如说它那个 hinted handoff 是一样的，但是它 conflict resolution 呢，Cassandra 是用 last right win 的，DynamoDB 是用那个有可以支持其他的不同的 conflict resolution logic，但是很多地方是相似的。然后其次的话，DynamoDB 其实没有开源。你只知道它大概的设计，它有一个 Dynamo paper，我非常推荐大家一读。你知道它的 API，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它其实细节是不知道的。然后其次的话，最后一点的话是，DynamoDB 的 secondary support 比较好，Cassandra 的 secondary support 不是太好，secondary index support 不是太好。然后就是你可以在，然后但我们接着谈这个 message 呢，读的时候你是很有跟时间性相关，你很常见的是读最近的 message，所以你可能要在 message 上面加个 cache。Cachelier，然后 Dynamo 有自己的 Cachelier 叫 DAX，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自己加一个 Redis 也可以的，这个也可以加个 Cachelier。我们说加 Cachelier 有多种原因，一种原因就是它不 scale，那你要加 Cachelier；一种原因你是望 reduce cost，比如说它这个 access，有 fundamentally 就是这个 access fundamentally 有迹可循，比如说它就是经常是读最新的 data，比如说最新的数据，那你可以加个 cache，然后可以减少 cost。然后，或者是它那个反应时间太长，你也可以加 cache 呢，加上 cost。Twitter 这个 caching 做的特别好，Twitter 有很多 cache 文章写的非常非常好。有很多 Twitter 有很多这个 blog 讲他那个 caching 的那个经验。他们很多时候加了 caching 以后，能减少90%的 traffic 啊，就是看 Twitter 的文章。Twitter 还做在 caching 那块有很多优化，因为很多时候你发了一个 message 就是 Twitter 以后，你其实很少去 modify 它嘛，你就发 Twitter 是常见的一个操作，modify 包括你 modify 其实也可以 cache 是吧？modify 总体来说，这个 Twitter 是，它那个 cache 地方做的比较好。你如果读 cache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多读一些 Twitter 写的文章，写的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个你 message 写完以后，你可能需要 asynchronize 用 message search service 去 index 一下。然后这个主要是为了search， 比如说我要 search 一些 message， 然后它背后呢是用 Elasticsearch 这个 engine 来 power 的，也是用 Lucene 来 power 的。然后这个 Elasticsearch 用 inverted index 实现的。比如说我说一个我打了一个 message 说 system design is fine， 然后就是 article A， 然后我又打了一个 message 说I like chocolate， 就是 message 二，然后它那个 inverted index 呢，就是说当我 search I 的时候，我就在 I 呢就在 message 一和 message 二同时出现了，然后在 message 一的 offset 是什么，在 message 二的 offset 是什么，它就是做这个inverted index， 原理比较简单，不是很复杂，你可以自己 search 一下。然后这块的话，我又加了一个额外的 emoji service， 就是你可以在 message 后面加 emoji， 我觉得还是挺 popular 的一个 feature， 这个您可以放到 Redis 里面，因为这个Redis 不就是有一个 fundamental issue 是 Redis 有个 fundamental issue 是什么呢？它就是不 reliable， 这 data 可能会 loss， 但是 emoji 的话 loss 就 loss 了，无所谓。为什么 emoji service separate from message storage system？ 好问题。我觉得在 system design 中有很多我们之前说过的 big red flag。其中最大的一个 red flag 是你repeatedly update the same record。 如果你把这个 emoji 放到这个 message 里面，那你其实在 repeatedly update 这个 message，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big red flag。 这个是就是说这个人的 design 就功力很有问题，就是你不停的在 update 一个 record。 还有另一种常见的就是system design 中 red flag 很大的一个 red flag，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 Uber 用 design Uber 里面，你会不停的说我想看一下这个 current user 的 GPS 在哪，就在哪个 location。 然后如果你把这个 GPS 一个 location 存到 user table 里面，然后你就不停的 update 这个 user table 你的这个 role， 那也是非常大的 big red flag。 所以这个 emoji service separate from message service， 因为 message 很少去 update， 但是你如果把 emoji 和 message 从 story 的角度连在一起的话，那你就不停的 update 同一个 message， 就是 big red flag。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同学说这个Friends service use graph database， 不用 graph database， 因为这个 graph database 是擅长叫 search up friends of friends。我建议你就是，这块有很多衍生阅读啊，这块有两个衍生阅读，我觉得你可以对 graph database 的理解比较深。一个是，就是 design data intensive application 里面在 data model 那块关于 graph database 的一种常见的那个 model 描述和它常见的 use case 描述。你会看到它最擅长的是search friends of friends， 或者是 search 就是那个 nested search 这种。你可以用 MySQL 来实践，你可以用 SQL 实践。 MySQL 支持不太好， Postgres 有一些非常 powerful 的 feature 可以实践， Postgres 有一些非常 powerful 的 feature 可以实践 graph database。 所以很多时候你包括 Facebook 是典型的 graph 的一种 case， 它也不用 graph database， 它用的是Sharded MySQL， 它也用的 Sharded MySQL， 像 Uber 一样用的 Schemaless 用 Sharded MySQL。 因为所有的 Graph 那个 Graph 的 Application， 就是你是 Graph Lookup Graph Application， 你可以用 Graph Database， 但是很多时候你可以用这个 Normalized Database 也可以实现，并且没有本质上的问题，没有说这个就是非常大的Performance Degradation， 并且这个更 Reliable 一点。对，这个 Emoji 是给 Message 点赞和 Counter。所以就是你首先要了解这个 graph database， 然后知道它为什么用 graph database。 然后如果你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个 graph database， 你可以这么说，就是这句话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就是说我读了这个 Todd paper， 就是 Facebook Todd paper， 说我觉得这个所有的 graph 的问题可以用 normalized 的这个 MySQL 来解决，没有 fundamentally red flag， 就是没有 fundamentally red flag 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回答。然后这个 channel service 呢，需要一个 Redis 去 quickly initialize warm up。 我们会讲一下这个 channel service， 一会儿会讲一些细节，然后包括为什么讲用 Redis 来这个 catch， 就是可以 quickly look up。 好，我们现在结合这个，现在有什么 question 吗？在这个 architecture 这块有什么 question 吗？我有 question， 就是和那个channel 里 chat 聊的那个 question 一样， emoji update 为什么是 update 非常会频繁呢？ emoji 在我们看来，不是 emoji 每个 emoji icon 是不变的，你只要把它放成一个 text， 类似于 text inbound 到 message 里面就行。哦，这个是 like 的意思是吗？
对啊，这就是 emoji 啊。你看到，如果这样的话，如果 update 到同一个 message 里面的话，你像这种像我们那个大的组的话，几千个人同时在 update 这个，你可能有一千 QPS 在一个 data 上不停的 update。哦，我们是以为是在那个 message 里面本身 inbound 的 emoji。哦，不是的，那个叫其实就是 message。你比如说在这块发一个 emoji， 这就和 message 没有本质区别，这就和 message 没有本质区别。它就不是 emoji， 这个就不是那个 message emoji service， 这就是 message。这说白了是一个你看的是 emoji，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sum up 这种。你瞧，这就是一个 text。嗯，对对。emoji 本身存在哪里 ？emoji 这块提了存在 Redis 里，我们之后会提这个，就是它那个 storage 和怎么样存，然后我们之后会提，然后就是 deep dive 一下。对，就是每个 message 被点赞的意思。好，我估计没有问题了。我们来看一眼这个 API。这个 API 呢，我自己有时候也容易写误，所以写漏，所以我还仔细研究了一下这块。比如说，当你打开这个界面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就是界面，打开这个界面的时候，你实际上呢是有个 most recently channel。就是你的 most recently channel， 就是你就是或者 last viewed channel， 然后你有 list of channels， 就是 list of channels， 然后有一些是 direct message， 有一些是group message， 然后如果你有 unread group message 的话，你还会就是 highlight 一下，然后有人 mention 你的话，你还会有个 number 是吧？然后这是你的这个 service， 所以你这块 API 呢，你可能最常见的一个 API 就是 get channels， 然后给个 user ID。然后你需要 store last viewed channel， 你这个就是你 return 的这个 data model 呢，你要有 last viewed channel， 然后呢，你需要 store visible channels， 比如说哪些 channel 是 visible 的，然后包括 recent 这个就包括了什么呢？recent direct message 和 membership group， 你需要 show unread message， 对吧？你需要 show unread message。我这块没有，我没有空列得很细啊。应该这块应该的话，你比如说你可能会选择一个，不管是 REST API， 我建议大家面试是用 Swift 或者是其实 Swift 没有那个 gRPC 好，可能用 gRPC 这种比较好一点。如果你习惯用 REST API， 用 REST API 也可以，但是你这块应该把那个 data 列得细一点，就是你比如说 payload input payload 是什么， output payload 是什么，我这块就省略了，我觉得这个不是难点所在啊。protobuf 比 Swift 要好一点， protobuf 它那个 Swift 的 index， Swift 的 encoding 过于复杂，然后我现在看大家工业界的普遍观点是觉得 protobuf 是比较 design 是比较好的， Swift 的问题相对比较多一点，然后并且 protobuf 我感觉好像 document 也相对比 Swift 好一点，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它说白了是个 encoding 嘛，但是总体来说感觉 protobuf 相对可能是比 Swift 要更 popular 一点，总体来说，但是这个 popularity 也是风水轮流转的。然后你这块的话还要 show unread message 和 last message preview， 这是你这个就是一开始就是你打开那个页面的一个 API 是吧？ get channels 给一个 user ID， return 一个 data， 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个在 database 里面怎么存，然后你可能有一个 message， 比如说 send message， 比如说我可以跟自己说 send 一个 message 是吧，比如说 hello 什么的，然后这个里面有什么呢？比如说有 sender ID、receiver ID、message type。message type 可能是 direct message 啊，还是 group message。然后还有 media ID。media 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就是连一个 video、audio 或者是 URL。然后呢，在 internally， 你的 channel service 呢，我们讨论过 channel service 是 user facing service， 这是 channel service。你的 channel service 呢会把它 append 很多额外的 metadata， 比如说什么时候 create 的，什么时候 update 的，什么时候 expire， 然后 state 是什么， state 可能是 received， 比如说这个 message server 端 receive 掉了，这个 message server 端 send 给 recipient 了，这个 message server 端的那个 recipient 就是你的 responder read 了，然后这个 message deleted， 然后这个有的是有 requirement 的，比如说你用 WhatsApp 的话，它这个就是它会明确的告诉你这个 message 什么时候 send 了，然后这个 message 什么时候 viewed 了，就是额外的 feature。然后这个为什么要分成 receive 和 send 呢？因为你这个
有的 multimedia language 呢 ，multimedia message 呢，你需要额外的做 processing， 你可能需要额外的加一点这个，比如说你需要处理它，加一个thumbnail， 就加一个大头贴样照片。你比如说可能是 URL， 你需要 crawl 一下，去那个 preview 一下这个 URL， 所以你需要做额外的处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时候你需要变成 received， 然后再变成 send， 就是你需要 receive， 然后处理好了以后你才 send，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话，就直观的感觉这个 message 呢，假设这个 user 只 send 一次，大部分 message user 只 send 一次的话，它最多就经历过四次 update， 一次是先 received， 然后 send， 然后你需要处理的话，你需要就是 receive， 然后就 send 一个 user 以后再改成 send， 然后再改成 viewed， 最后改成 deleted。 如果你不区分这三种状态，有的 feature 比如说不区分什么时候 view 了，什么时候 send 的话，你其实就是 OK， 就是 received 就可以了，就是 OK 啊 not OK， 对吧？就是 receive 还是没有，就像微信里面就说，它要是 sent 的话就没有信息，如果没有 sent 的话，就有一个感叹号，红色的感叹号说没有 sent 了，或者是这个说白了就是 没有 sent， 说明是 server 端没有存储下，就是说明 server 端没有 receive 掉，所以这个整个对于这个同一个 message 的 update 是非常少的，除非这个 user 不停的在 update 同一个 message， 很多时候可能 90% 的 case 只有一次 update。然后你同时可以 update message， 然后用通过 message ID 和 message 来 update 和 message 或 delete message。 然后你可以 upload file， 比如说我要发给我一个东西，或者发给一个 URL 的话，比如说发给一个 URL， 我发的时候URL 这个和 message URL 和这个 image 还不完全一样， image 需要就是把它那个放到一个 S3 上，但是 URL 不需要，但是当我发给 URL 的时候，它还是 generate 一个 preview。然后这个 upload file 呢，就比如说你需要 upload 一个 image， 或者 upload 一个 audio， 或者是 upload 一个upload 一个 video， 然后你这些都需要 post processing 的。常见的这个 upload image 都是用一个 message queue 来处理的，就是用 message queue 来处理，或者 worker pool 来处理的，就是当你 upload 的时候，你首先在 Amazon S3 上先申请一个地址，然后你把 file 传过去。然后传到 Amazon S3 上，然后呢传好以后呢，它要做 replicate， 先把这个 file 就 replicate， 如果不 replicate 有可能丢失，是吧？ replicate 以后呢，然后它做 post processing， 当这些都做好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哎，这个 message ready 了，然后再 send 给 recipient。 然后你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 metadata， 就是这个 upload file 里面这个做一些额外的 metadata。 不用太担心这块不懂，这个就是 media service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service， safety 组做了一个 media service 也花了很久的，专门有 engineer 做挺久的，这个 media service 总体来说不是太容易的，相对比较复杂的。然后你可能还需要一个 lookup entity， 比如说我在这块我需要 lookup 的时候，我就说lookup 一个 user， 我到底是看哪个 user 呢，然后看哪一个 group 呢，这个呢可能很有可能是 local 的一个 try 来实践的，就是让你飞快 lookup， 然后可能已经是就是当你打开这个 app 的时候，已经把这个 try 发给你，发到你这个 mobile 这个或者 mobile 或者这个 app 本身了。然后当你输入的时候，快速的返回，就是可能是用一个 try 来实现的。然后你可以有 join group， 就是说白了就是对你的 group membership 进行更改。你可以 get direct message， 比如说我现在要 get 我发给我的 direct message， 我点击我自己的 channel， 那我就 get 到所有我过去发给我自己的 direct message。你可以 get group message， 比如说我打开一个，我点一个 group 的时候，我就打开了一个 group message， 比如说我随便打一个 random， 就打开了一个 group message， 然后呢，还有一些常见的 crude for group information 和 crude for user information， 我就不列了，这个能 design 的地方太多，然后大家到时候自由发挥，group crude 就是 create、read、update 和 delete， 到时候大家自由发挥，然后。在这边 design API 的时候，注意一点，就是像我们这种这个 service 非常复杂的话，它其实 public API 和 internal API， 比如说这个 public API 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就是你这个 mobile 直接支持的这个 API。 internal API 的话，比如说你有 process media， 就是 internal API， 就是当你 upload 完了以后，当你 upload file 成功了以后，你可能会触发一个 process media， 然后你比如说把它进行 replicate， 多存储几份，然后这是为了 reliability， 然后 post processing 啊，比如 general preview 啊。General Preview 这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reading 啊，是这个 dating app， 有人做 dating app 的这个 evaluation， 然后它这个 General Preview 这块有一个 bug， 很有趣啊，大家可以去衍生阅读一下，还觉得还挺有趣的。然后你可能需要 distribute to CDN，
这个是把这个你这个multimedia 分到 CDN 上。CDN 其实是我觉得用户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比如说你去看 YouTube 啊，看 B 站，很多这个 data 呢，全部都是 chop 层非常小的一部分，比如说是十几秒或一秒。两秒，还有然后把这个放到 CDN 上去传的。然后我看到没有人问就是怎么样 design cracklist 的，其实 cracklist 是纯粹用 CDN 实现的，就是当你 post 一个新的 cracklist post 的时候，你其实 cracklist 就有个 worker 就把它放在一个那个 queue 里面，然后它每小时呢把所有的新的 post 结合之前的 post generate 成一个generate 成一个 static 的一个 HTML。就是一个静态的网页，然后把它 distribute 到 CDN 上，然后别人当你访问 Cracklist 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静态的网页给你啊，就是 Cracklist 就用通过 CDN 实现的，所以可以很快啊，也是一个非常泥石流的实现方式，但是它 work 就 work， 非常有趣。然后notification service 呢，也是另一种 user service， 你可能需要 notify user， 比如说你需要 notify user 这个。有一个 message 是吧，你需要 notify user 是哪一个被 notify 的 user， 然后你可能需要有个 sender ID 是吧，就是谁 send 给你的，然后需要 message ID， 然后和 message preview， 很多时候你的那个这个就是 notification user 你不需要把 full message pass 过去，你就只要一个 message preview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块这个 threshold 没有谈很多，就是 security 角度的，比如说你这个 message 不能超过两个 key 的一个 character 啊，这种这个包括你这个 user 是 send user 啊，就是你不能一秒钟发一千个，一个 user 一秒钟发一千个 message， 然后 DDoS 这个 DDoS 这个 server 这个假，这都是有这种假设的。如果那个面试官问到的话，你可以提一下。但是你就假设这个你要根据你的那个用户是吧，说我这个用户因为我要去那个 throttle 这个用户或者 rate limiting 这个用户，他一秒钟只能发十个 message， 如果他一秒钟发十个 message 以上的话，我就应该 throttle， 然后你每小时可能还要 throttle， 比如说这个 user 每小时只能发300个 message， 一般这种 throttle 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你如果被人知道这个 throttle 怎么 throttle 的话，你总有办法来 DDoS 你，所以它这个 throttle 会很多层限制在上面，所以这个 design rate limiter 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啊，这是单独的一个问题。然后这块呢就是 notify user 呢可以用 Kafka， 就是像 Uber 的话就用 Kafka， 这个相当于是request through 这种 message queue 了，你用 Kafka 就是你这块 send notification 就是insert 一个 message 到 Kafka 里面，然后 Kafka 会有个 handler， 然后自动帮你去 send notification， 然后有 retry。然后 exactly once is difficult， 可能会需要 two-phase commit。 好，我们这时候就要看到 table 层面了。我在 table 层面之前想问一下大家对这个 API 这块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 end-to-end 讲一下 notification retry 是怎么样的一个 workflow 呢？因为 notification 你 send out 出去以后收到的肯定会收到一个received saying 我 notification send successfully， 然后它存到哪里，然后再怎么样 retry 之类的。对，这个我们可以用 Kafka handler 或者是这种 user DB， 我就说用 message queue 和 user DB 吧，因为我对 message queue 更熟一点，我自己个人是对 message queue 更熟一点。假设你用 message queue 的话，你实际上是当你说我要 send 一个就是message， 比如说 send 一个 notification message， 你通过靠 message queue 呢，你是 asynchronously 交给另一个 worker， 就是从 worker pool 里面那个 worker 来处理的。如果大家对 worker pool 不熟悉的话，就是我建议补一下那个，就是有一个 worker pool model 或者 asynchronous processing， worker pool 和 asynchronous processing 很多时候相互等价的，就是很多时候说的时候两个意思很接近。这个您可以读一下我看有没有情况，或者是你就是我也可以花点时间解释啊，看大家到底有没有这个 worker pool 或者 asynchronous processing 这块有没有问题。然后你 send 了一个 message 到这个就是 notification message 到这个 worker pool 里面呢，会有一个 worker pickup， 然后呢他会去call这个 third party API， 比如说你可以去 Twilio send message， 你可以call这个就是你可以是看有没有 WebSocket 如果是有你有 Active WebSocket 的话，你可以直接就是 notify 这个 mobile， 或者是您可以 send 这个，您可以 request API call 到那个 Apple 的那个 notification， 或者是那个Android 的 notification 我看到有同学说 Android 是 Firebase 的 clock messaging，
notification，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 receipt， 表示这个成功了，然后它会去 retry。当你接到这个 receipt 的时候，你可以 mark 这个，就是你可以 mark， 你可以去 database 说，哎，这个 complete work complete， 然后就是把它 mark 成 complete。如果你要 guarantee at least once 的话，很有可能你需要一个 database 来存储，就是说，哎，我这个 message，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design 里面，我们在刚才这个 design 里面这块可以加一个这个 state， 这里面可以有个 message， notification send。Notification send 可以加到这个 state 里面，对吧？那它如果 require notification， 然后我们就去靠 Twilio， 然后 Twilio， 然后或者是那个 third party API return success 了，我们再把这个 notification send 填成 yes。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 third party API 没有响应，它可能 send 了，也可能没有 send， 那我们都不填 yes，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sweeper， 就是有一个 background process 重新再处理一下这个 message。重新再处理一下这个 notification send， 只有当你这个 send notification 写成 true 的时候，当且仅当，就是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靠 third party API 成功了，然后同时你写入 database 成功了，你这个 notification 还是 send， 所以这是 at least once 的这个 notification send。解决就是回答你的问题了吗？是差不多。好的，还有额外的问题吗？大家？How about you, Zach? Henry, 你能聊一下这个 ACK 吗？我对这块不熟悉，我不知道这个 ACK 指的是哪一种 ACK。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做那个 Storm 的时候，他好像是说，好像你好像 Kafka 里面好像也有，就你可以那个 open 它那个那个 acknowledgement 的那个选项，它就会就是那个好像跟那个 exactly once 相关，但是那个东西它会让那个系统会比较慢一点，但是跟这个跟你刚才讲那个就是用那个 third party 那个 service 好像不大一样，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同，我其实也不是很懂。我对这块不熟，我对这块也不懂，你只要懂一个就可以了，我觉得没必要都懂，你只要懂一个就可以了，因为毕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然后我再次强调一下 exactly once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它是一定要 request， 特别是这种这个 two phase 这种 third party API 的话，它是要 require two phase commits 的， two phase commits 它效率非常非常低，就是两个就是一两个数量级就会把你的 performance 降低至少一个数量级啊，很多时候降低至少一个数量级，就是就慢了十倍。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的话，不应该做 exactly once。我记得常见的一个就是这个 exactly once， 包括这个 two-phase commit 有个常见的 protocol 叫 XA protocol。Open XA， 对。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读一下这个 Extended Architecture 去做这个，这是其实挺早的，1991年的。很多 service 会实践这个 API， 它有不同的这个 language API， 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实践这个 two-phase locking 和这个 two-phase commit 和 two-phase locking 不一样，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 two-phase commit 和 exactly once。我把它做到这块作为衍生阅读好了。Kafka 是类似的 ，Kafka，sorry， 我加这个，对，作为衍生阅读好了。Kafka 是类似的，您可能，你可能到时候如果它 repeated field， 你可能需要放什么地方方式，为了 blocking 这个 notification， 不管是用 message queue 和 Kafka 的话，很多时候可以把两个问题相互等价的转换。我个人对 message queue 稍微熟悉一点，我可能更多用 message queue 来解释。如果对 Kafka 特别熟的话，也可以用 Kafka 来解释一遍这个问题。好，我们接着看，然后就看到这个 data model 这块了。我们之前讨论过，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architecture 的话，就是 user service、account service、user service、account service、friend service、group service 呢，它是通过这个就是通过一个这个
SQL 来实现的，因为它更像 relational database。好，这个 general question 的话，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就是我解释的可能没有 Google 好，就是您 Google 一下，然后 search 一下。Two-phase commit， 我不讲 two-phase commit 了，这个相对来说很复杂 ，two-phase commit 很复杂，这个是前人研究的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你有感兴趣的话，你就直接搜 two-phase commit 就看一遍就行了。总体来说就是。就是说白了是这样子，就是你 two-phase commit 是有 coordinator， 然后你有一大堆 group， 然后你当且仅当所有的 group member 都同意说，哎，我 ready to commit 了，然后 coordinator 说，那我们现在 commit， 然后再 send 给 group member 说这个全部 commit 了。如果有一个人 abort 的话，那么这个 commit 就 abort。所以这个 two-phase commit 呢，很多时候在 payment system 其实也不一定完全用 two-phase commit。它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因为你只要 idempotent 的话，你就不需要 two-phase commit 的，就是你重复一个 request 没有 side effect 的话，就不用 two-phase commit 的。Message state 通过 channel service 来 update， 会不会形成 service 间的 circular dependency？ Message state 通过 channel 来 update， 会不会形成 service 间的？应该不会，你这块其实是不会 call back 到 channel service， 你只有 channel service call 这些其他的 service， 这个 direction 很多时候是 one way 的，就是你不会有 account service 再 call back to channel service， 就是你不会有这个有一个 request 从 account service trigger back 到 channel service， 这个很多时候是 one way 的。你的 notification 应该 call 的不是 channel， 你这个 notification update 的时候很有可能 update 是 message storage service， 当你 notify 完的时候你去 update message storage service。 OK， 就是我们就不讨论这个太过于细节了，就是你总有办法能解决的，这个太过于细节，这个问题 design 问题还是挺大的，不考虑太过于细节的东西了，我们接着讨论刚才这个 data model 的问题。我们在这讨论就是 database，这个里面 account service、friend service、friendship service、group service 相对的 relationship 都比较 relational 的一些那个关系，所以就放到 SQL 里面，并且它相对来说它 data 不多。你这个account user 的话，我们像之前讨论过10 million、不是很多。然后 friendship 的话，一个人有100个 friend 的话，大概也就是个10 million， 也不是很多。group membership 也不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东西。它这里面 data 量最大的可能是 message， 你这个 message 很大，所以你可能放到 DynamoDB 里面。然后其次的话，即使它 group 量很大，你这个 SQL 是可以通过horizontal sharding 和 vertical sharding 来解决的。vertical sharding 就是说你 account service 可以放到自己的那个 SQL shard 里面， friend service 可以放到自己的 SQL shard 里面，然后 group service 可以放自己 SQL shard。 然后 horizontal sharding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你比如说你把这个friendship service 呢break 成1000个 shard， 然后你上来就分成1000个 shard， 然后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基本上可以 infinite scale， 所以 SQL 也是可以 infinite scale， SQL 是可以 infinite scale， 所以 depends on 就是还是有根据你不同的需求来说。很多时候他们很多时候说 SQL 不 scale 是假设你不做 sharding 的话那是不 scale 的，但是你可以 infinite scale， 就是你做 sharding 的话可以 infinite scale。 sharding 有一些额外的 technique，我觉得有三四种就是怎么样做 sharding。 我推荐大家，如果是没有时间理解的话，你就可以这么说，就用 schemaless sharding。 schemaless 就是把所有的那个 SQL shards 分成4096份，你就直接说根据你的那个估计未来10年 data 的估计直接分成多少份，固定的分成固定的 x 份，然后你把那个 id hash 以后根据最后几位磨这个 x， 然后知道它在哪个 shard， 这是最简单的 sharding 方式。有其他 sharding 方式我们可能会有空的话再聊。好，所以这个相对比较 relational 的放 SQL 里面，然后你 multimedia 肯定放到 Amazon S3 里面，然后 message 放 DynamoDB 里面，因为 message 有一些额外的这个 feature 在 DynamoDB 比较能满足。比如说这个 user table 里面我就不 work 所以这个 user table 就 work user table 相对比较简单。注意到这个 user table 你 create 了以后其实是很少去 update 它的，你不会反复的 update 这个 user，你可能只有一个 status 是可能一天 update 几次，但是总体来说你不会是反复的 update 这个 table。 很多时候很有可能，如果你有说，哎，我要有一个方便的方式
找见所有的 online user， 你可能需要有个 active user table。 当你这个 user online 的时候，你去 update active user table、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你 Uber， 你靠一个 Uber 的话， 我想知道哪些 driver 在 online 的、我们有几百万个 driver 是吧，我们有几亿的 rider， 那你怎么办呢？你应该有个 active user table 来知道一些 active user。 那这种情况下你反复 update 同一个 row 的话，你就应该把那个这个 column 从这个 table 里面取出来，然后形成一个自己的 table，可能会有个 active user table，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相对来说 frequency 不是太高，我们就可以放在一个 user table 里面。然后 find 这个 table 呢，相对这块稍微有点复杂。 find table 呢，相对有点复杂，就是为什么相对有点复杂呢？就是你仔细想一下，这个 find 呢，可能是说我 A 和 B 是 find， B 和 A 也是 find， 是吧？这个关系是这个相互的。那你这个 user 怎么存呢？如果你只有一个的话也可以，就是说你 user 只存一个的话也可以，但是你 shard 的时候会有问题，因为你没办法来说根据两个 key 来 shard、因为你 lookup 的时候很有可能说，哎，我 lookup 根据 user ID 1来 lookup， 或者 lookup 根据 user ID 2来 lookup， 你可能经过这样 lookup， 所以说这个 find 相对比较复杂。我这块采取的处理方式是，比如说我和 David 就是 connect 了，然后我把它 duplicate 成两个 row，就相当于是我和 David 的 client，David 作为 user 一个 row， 我作为 user 一个 row， 然后我这块同时呢把 last view date 分成两个，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为了 infinite skill 做的，就是为了 sharding 处理的。这样的话我可以说 sharding 可以是 user ID 一、这样的话我就是比如说我想找所有的我和其他人发的 message， 对吧？所有属于我的 message、不是，我想找所有我 属于我的 friends 是吧，我想找所有我的 friends， 那么我就可以只根据 user ID 1来找就可以了，我不用根据 user ID 2来找，我可以根据只根据 user ID 1来找，因为所有的 friend 一定会 user ID 1存一遍，我对于任何一个 friendship 来说一定会 user ID 1存一遍， user ID 2存一遍，但是我 shard 的时候我只能根据一个 column 来 shard， 所以我可能说、我就根据 user ID 1来 shard 的话，那我只要把，因为我 duplicate 的时候我只要根据 user ID 1来找就可以了。其次这个 last view date 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用来处理这个 highlight unread message 的。 highlight unread message 这个 data， 就比如说 我给举个例子，我这块有一个 unread message， 那我不知道我上次 read 到哪是吧， 我往前走的时候它很快会告诉我说你上次 read 到哪是吧， 那这个 data 呢是不能存在 message 上的。为什么不能存在 message 上？如果你是点对点的、directmessage 还可以，相对来说还 OK 是吧、点对点的嘛。但是如果你是 group message 的话，你这个 group 这个 message 里面要存一千多个人读了没有读的状态，这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呢我这块我这个设计呢，说我这个就是 unread message 呢是存在 last view date 上的，就说白了就是比如说我 send David 的一个 message， 我这个 message 有没有读是 depends on 我上次怎么 什么时候看我和 David 之间的 message 的，我有个 last view date timestamp。 然后如果这个所有的新的 message， 所有的 message 在这个 timestamp 之后，那我是没有读过的。如果的所有的 message 在这个 timestamp 之前，那我是读过的。那这样的话这个 last view date 呢其实是两种，一个是 David 看我们之间对话是一种，一个是我看我和 David 之间对话是两种，是个双向的，所以说我把它分成两个了。所以这个 friendship duplicates 原因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 sharding 方便一点，shard 方便一点，你不想读，就是你不想读一个人的 friendship 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所有的这个 request 去所有的 shard， 去四千个 shard 一次读一遍，这个效率很低。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我读我和 David 的 message 和 David 读他和我的 message 的 last view date 呢，这两个 data 是不一样的，有各自的意义，所以我这块把它分成两个 row 的话，也可以把这两个意义明确一点，这样比较好，有不同的设计也是可以满足的。但是我觉得这块我的 focus， 包括我出这个题面试题的考量点，就是你这个 unread message 这个 tag 呢是不应该放到 message 上的，因为这个 message send group， 比如说我 send 一个 group 的话，如果你这个 message 这个 unread message 这个 status 放到这个 message 上的话，你这个 message 要 keep， 比如说一个 group 有一千个人，你比如说我在这个 group 有五千个人，那这个 message 它要单独处理这五千个人哪些人读了哪些人没有读，这是非常累的。其次这个 membership 还是在动态变换的，那你这个处理复杂度就更高了，所以这是不 work 的。
Slack 有没有 1v1 好友这个概念？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宇恒，你建议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就是说能听见吧？就是想问一下，这 Slack 里面就是有加好友这个概念吗？还是说就是？Slack 是没有好友这个概念，但是比如说你微信是有好友的概念吗？这个微信不是和 Slack 没有本质的区别吗？OK，所以说对吧？是扩展是到其他的那个聊天软件，对吧？对，我们这块 focus 呢，所有这个 API 的 focus 是 focus on Slack， 但是你看这个可以用在微信，可以用在 Telegram， 可以用在 Facebook Message， 可以用在WeChat， 是吧？都可以，都是相似的东西，没有本质的不同。啊，所以这是相似的，所以这个我说这块这个好友的概念，可能是很多时候，比如说 WeChat 或者什么其他的好友的概念。其次的话，您可以用这个 friend 来存这个 direct message， 这 direct message 有些 metadata， A 和 B 发 ，B 和 C， A 发 ，A 看到 A 和 B 之间对话哪了 ，B 看到 A 和 B 之间哪了，这个有一些 metadata 也是可以存在这个里面。解释 group 里面 last view message 怎么实现的？简单。就是假设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就讲的 group 了，你这个 group membership 呢是类似的，和上面这个非常相似啊，这两个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我加入这个 random group， 这叫 random group， 所以我在这个 random group 里面 insert 了一个新的 role， 那就是 random group 我在这个里面，我什么时候加入？我刚刚加入的，我的 role 是什么？我是一个 user， 那我 last view date 就是我刚刚看过的这个。那比如说 David， 我们在这块加一个新的 role。David 刚加入这个 random view group， 那这块就有一个 David， 对吧？然后他 join date 是什么？然后他的 role 是什么？然后他 last view date 是什么？他 last view date 上一秒是吧？ last second。 那我的 last view date 和 David 的 last view date 不一样。那我从这个我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这个 group 里面，我读到所有的 message， 因为我有一个 last view date。我当打开这个的时候，我就 refresh last view date， 但是我可以用旧的 last view date 来 determine 哪些 message 我读过，哪些 message 我没有读过，懂吗？就是当我打开这个 channel 的时候，我之前有个 last view date， 我读一下我自己的，我读一下我自己的 table， 说 Scott 在这个 random 这个 group 里面 last view date 是这个时间段，那所有新于这个时间段都是 unread message， 但我打开这个 channel 以后，我把我的 last view date refresh 一下， refresh 成刚刚。那我再打开的时候，那就是新的 message 又不一样了。那我的 last view date 和那个 David last view date 不一样，因为 David 他有自己的 membership role， 他自己的 membership role 呢是他有自己的 last view date。解释到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和这个 find table 是完全，这个问题其实和就是这个 last view date 这个 group last view date 和 find last view date 是相似的，相似的。但我们这个 group 里面没有 duplicate 存，是因为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为了减少一些这个 lookup 吧。因为你想这个 shard 的话，你想一下这个 user shard 的话，如果是这么存的话，我要查一个 group membership 的话，我只有两种方式：我去所有的 group membership table shards 里面去找，那我能找见所有的 user， 或者说我得可能单独存一个额外的 table， 专门存这个 group user 这个 relationship 可能能存。Last view date 什么时候更新？当我 click 的时候更新啊，比如说我这时候我 click 的时候，那我 last view date 更新了。我再 click random， 我 last view date 更新了，懂了吗？对于每一个登录的 client， 都需要 maintain 一个 long lived collection 吗？你可以用 heartbeat 或者是那个 WebSocket。好像。这块逻辑呢，好像mobile 端好像会 maintain 一个 WebSocket， 这个 WebSocket 也方便 server 端进行 notification。Last view date timestamp 频繁更新需不需要单独拿出来？不会单独拿出来，因为你其实更新不会太频繁。你思考一下，你注意一下，每个 user 是有自己的那个 last update last view date 的。比如说这个 group 是 random group， 每个 user 自己的那个这个什么的。我在这个 random group 里面，我更新我这个 last view date， 我 refresh 一下，我更新一次，你知道吧？这个更新不会太频繁的。我不是说一个 group 只有一个 role， 那所有 user 更新这一个 role， 那是有问题的。但我现在是 normalized 了，我是 user 加上group ID 加上 user ID， 这个 group 有5000个 user， 那就其实是5000个 role， 我只更新我自己的 role， 所以这个更新不会太频繁。
每个 group 上有多少条未读信息，什么时候更新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 channel service 了 ，channel table 了。很好，我们就接着读这个 channel table。channel table 相对比较复杂一点。这是一个 channel table， 这个 channel table 呢，这个 channel table 呢是 visualize 一些额外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 channel table 就显示什么呢？显示我所有的 channel， 比如说我在 safety channel、random channel、David 发了我一个东西，Uncle 发了我一个东西，对吧？那我打开的时候，或者你可以想象成 WeChat 一个 friend list， 然后你会看到说哪一个 friend send 一个什么东西了。然后这个 channel table 是放在 Redis 上的，因为这个 data 如果丢失的话，你可以通过假设这个 data 丢失的话，这个 Redis crash 掉的话，你可以通过 group membership 和 friend table 去 reconstruct。你可以通过这两个东西去 reconstruct， 还有 messages， 就是和 message story table， 你可以去 reconstruct。但是你放到 Redis 上呢，你就可以就是快速的得到这个。比如说我一打开这个，我很快就得到这些所有的信息了，可以快速的得到这个结果。那这个 channel table 呢是 denormalized， 是把这个纯粹是为了就是一个 API request 就能看到你，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信是吧？你读你自己的时候，读你自己的微信谁发给你 message， 然后你就会看到哎。这个我在这个 safety 组有10个 message 未读，下一个最新的一个 message preview 是什么样子 ，timestamp 什么样子的？那 David 发给我有什么 message？ 那有多少个 unread message？Uncle 发给我什么时候 message？ 然后可能这个 Uncle 这个哎 expired， 如果它 expired 的话，可能需要 delete 掉，然后就把它不 visualize 出来。那这个 message 这个 unread message 什么时候读？比如说我 send 一个 message， 我 send， 比如说这个，我就拿 David send 给我 message 这个来说 ，David send 我一个新 message， 对吧？我们看 David send 我一个新的 message， 这个 request 先去 channel service， 我们看 architecture， 这个 request 先去 channel service， 然后这个 request 去 message story service， 把它作为 message 存下来，就是说这个 message 先存到这个 DynamoDB 里面，当 message 存好以后，然后它在 update Redis。这种情况下就当你 message 已经存好了，你这个 message 不会丢了，你不会丢了，你就可以显示给 David 说，哎 ，David 这个 message 已经 send 了，已经 send 了。然后这时候呢，你再把它 update， 就是变 unread message 变成一 ，last message reveal 变成了什么？如果你在这个 channel 端很长时间 ，last view date 就不对啊。你可以离开那个 channel 的时候，然后再把 last view date 更新啊。你可以在打开的时候更新一遍，离开的时候再更新一遍。你去更新两遍就可以了。Last view date 可以只在 client 端做吗 ？Last view date 在 client 端做也行，但如果你换一个 client 呢？比如说你在手机端看的时候，和你在，比如说我在这儿看，我偶尔还用手机端看，那你这样的话，你不是就两个之间不沟通了吗？你在这块看的时候，我知道有哪些 message 啊，对啊，你这个 multi platform 就不 work 了。我估计这个 channel table 会有挺多问题的，大家这块有问题吗？好，那我们接着看、啊、message story table 呢，这个是用 DynamoDB 的、DynamoDB 是支持一个 partition key 和 soft key、啊、这个 message expiration 是在 message story table 里面的，这个 partition 支持一个 partition key 和 soft key， 这块需要对 DynamoDB 有一些额外的了解。DynamoDB 呢，它是有一个 partition key 和 soft key， 然后 partition key 是决定这个 data 是在哪几个 partition 上，在哪个 partition 上，然后它同一个 partition 是会replicate n 遍，这个 n 是可以定义的，一般是三遍，但是你可以 customize 它定义它。比如说这个，比如说 message 一，它 partition 可能是二，是吧 ？message 一假设 partition 是一。那 message 2它 partition 是2，就不在不同的 partition 上，但每一个 message 同时又 replicate 了三遍。然后这个 partition key， 如果你 partition key 不一样的话，你多半不在一个 partition 上，那你就所以说这个 partition key 要非常小心的定义。然后 soft key 是什么呢？ soft key 加 partition key 呢是 primary key， 然后这个是要unique 的，所以这个 soft key 呢是就是常见的 soft key 呢就是比如说常见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读那个你的 shopping cart。你这个 你是个 Amazon user， 你读你的 shopping cart， 那你就可以读你的 partition key 就是 user ID， 那你读你的 user ID 的时候，你 soft key 就是你的 shopping cart 里面这个你添加的 item 的顺序是吧？那你这样读的话，我就可以读出我这个 user 我都要有 shopping cart 都有哪些 item， 就可以读一下 partition key 就读出来了。
然后你也可以根据它那个 partition key 加 salt key 来读出来。salt key 好处是就是它在那个 database 在 dynamo 里面呢，它是 salt 好的，所以您可以有比如说 binary search 啊，或者是你 range search 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没有 salt 好的话，您可能需要 scan 一个整个就是整个一个 table 才能找见，所以有时候效率可能会比较低。那你 salt 好的话，你就可以就是非常快的，不用 binary search， 就是它 index 好，你直接就找见了，不需要 binary search， 你就 index 好就直接找见了。所以这个 salt key 有自己额外的好处。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request pattern， 我们之前看到过这个 request pattern 常见的是我看我和一个 friend 的 message 和我看一个 group 里面 message， 对吧？这是常见两种 pattern。我看一个 group 里面的 message， 就是我读 list 和 message， 和我看我和一个 friend 之间的 message， 这是常见两个 read pattern。如果它是这么 read 的话，我们可以 partition key DynamoDB partition key 变成什么呢？变成 叫一个 container ID。比如说这个可如果在 group 里面，你可以叫 group 加 group ID， 那你就是当我读这个group 里 message 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我 get 这个 partition key equal to 这个 group ID， 是吧？那你就读出来一个 group 里面所有的 message， 然后你这个 salt key 可以变 timestamp， 然后你可以做 pagination， 是吧？比如说我先读前100个 message， 是吧？然后再读下100个 message， 这是就是 get group message。 如果是 direct message 呢，你可以把 user ID 1和 user ID 2 salt 一下，就是小的永远在前，那么你用这个 salt 好的这个作为 partition key， 那你这样的话也可以非常快的说，哎，我读一下我和 David 之间的direct message， 我可以很快的读出来，就因为你的 container key container ID 呢就是两个 user ID concatenated，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读出来，并且你可以因为它 timestamp salt 好的，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做 pagination。 这块有不同的 design， 这块的 design 设计有不同的 design。很多就是 design 不一样的，还是挺复杂的这块。我觉得最常见的一个 design 就是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块这个 design 有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这个 message ID， 你其实是没法直接找见的。你这个 message ID 很有可能需要做 global index， 你很可能要做 global index， 就是 secondary key index。你是没法直接找见的，因为你这个，你其实你思考一下，这个里面没有一个直接的 request 是get message by message ID， 有点反直觉，但是我想了想，好像没有一个直接的 use case 是 get message by message ID，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 request， 所以你这个 global secondary index 应该是 work 的，不是一个 common pattern， 不是一个 use case 很 frequent pattern， 你更多的是 get 一个两个人对话之间的 direct message 和 get 一个 group message， 所以它这个 partition 可以使用 group ID。或者是这个两个 user ID concatenate 起来更容易实现，这是做这个然后global secondary index 有什么问题呢？ global secondary index 的主要问题是它这个 index 可能不会 immediately available， 就是你比如说你刚 insert 的一个 message， 你 read message by ID 可能不会 immediately available， 很多时候这个 global secondary index 都是 asynchronous 做的，它可能一秒延迟，一秒后你才能读它，所以它这个可能会有其他问题。我不会太多 cover 这 global secondary index， 就额外的考量。那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个 message expiration 怎么实现呢？你可以在这儿实现，你在这块加一个 message expiration timestamp， 然后呢，因为你是用 DynamoDB 的 ，DynamoDB 的 API 是支持 time to leave 的，你可以就直接说这个 message time to leave 是什么时候，它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它就直接 expire 了。就是用 database， 就是从 database 是层面支持。还有一种什么办法支持呢？你可以从 client 是层面支持。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下是你在这个 channels 里面是存了这些的，然后你读了一大堆 message， 但你看到这个 message 已经 expire 的时候，你就不返回给 client 端了，你在 server 端就 filter 掉了，同时你也把 Redis update 把它给删掉，你懂吗？就是我现在这个 Redis 这个 server 在我这个 Redis server 在 under 我这个 user ID 下有一大堆 message， 有 list of message， a set of message， 我读这个 message， 我看哪些 message 已经 expire 了，把它 filter 掉，我在 update Redis， 我在返回给 user 的同时我也 update Redis， 但我就不显示给 user 这个 expired message 了，这是可以在 client 端实现。所以这个你有多种实现方式，你可以在 database 端用 database 已有的 feature 实现，你可以在 client 端实现，
你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可以就叫也可以叫 read repair 吧，这个 read repair 也可以叫吧，但尽管 read repair 更多时候指的是那个 Dynamo 里面有不同的那个 nodes， 它让 data 不一样，然后再把这个 data convert 成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叫 read repair 本身也没有什么本质的问题。How about message search? Would group message be used? 对，这个可能会用 search， 很有可能是你这个 message 这个 data structure 很有可能是你给一个 term， happy hour， 比如 search happy hour， 然后它这个 happy hour 指向 message ID 的，这个就是这个 message search 很有可能会用到的。你这个 message ID 如果用在 global secondary index 的话，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它那个 index 时间有延迟。Message search 不会一个很严重的，因为 message search 你要放到 Elasticsearch 上， Elasticsearch index 时间和这个 Dynamo Global Secondary Index 时间几乎是相似的，这个都需要一些时间的，都需要一两秒。那个特别是那个 Elasticsearch index 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我之前写过一个 side project 用过 Elasticsearch， 它那个 index 时间就是很多时候 read or write 其实会有问题，就是你刚写了读你的，你根据你写的东西index search 啊，你写的东西会有问题的，就不会 immediately available。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系统里面刚加了一个 record， 然后你搜你自己的刚加的 record， 你搜不到，在 search 里面搜不到，因为它这个 elastic search 是有需要一些延迟的。然后我一条一条读啊，这里的 timetable 哪个 timestamp 支持的，哪个 node 支持的，那你应该是在哪一个 channel service， 就是哪一个 node， 哪一个 channel service 的 node 服务给你，就在哪个 node 生成。 user A 看到 user A 的 message 一回复 message 二，会不会出现 message 二在 message 一之前？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你这个 timestamp， 我觉得 big red flag 是你用 client timestamp， 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你 client timestamp 你可以 tricky， 你要是 malicious user 的话，我可以 set 一个 timestamp 在两天后，那我会两天后再看到这个 message 吗？或者你 set 一个 timestamp 在15天前，那你这个是 big red flag， 所以你这个 timestamp 一定是在 server 端的 node 生成的。所以你如果有两个 server node， 如果你 set 的时间很接近的话，你很有可能会看到这个 message 一应该在 message 二之前发的，但是显示的时候是 message 二在 message 一之前。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就是用过一些 chatting app 的话，你也会发现这个问题，这个还是挺常见的一个问题的，我觉得。有一种方式能解决，就是看你怎么 shard， 看你怎么 shard。比如说，你 shard 的是就是你这个 你可以在 request level shard 是吧？或者是你在 DB level shard， 你在 DB level shard 也可以。比如说我和宋阳发短信，比如说宋阳和我发短信。我们俩这个每次在 database 里面都去同一个 shard， 那就不会有问题。这个 timestamp 也可以在那个 database 层面生成， MySQL 啊什么它都支持那个就是 timestamp 生成的，就是你 insert 这个 row 的时候它自动给你生成 timestamp， 也可以在 database 层面生成，这也是可以的。可能在 database 层面生成出现的 conflict 可能性更小一点，因为你可以通过 sharding 时间嘛，比如说我和宋阳所有的对话都在一个 shard 里面，那在它如果是用 database 生成的话，那就是同一个 shard 里面用同一个 clock， 那生成的话相对来说不太会有问题。但是我们之前讨论过，即使是同一个 node 的 clock， 它有可能 jump back， 对吧？它有可能 jump back， 虽然这个概率很低，那也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个 message order 是永远不可能 guarantee 的，这是很难 guarantee 的，除非你用那个 spanner 这种 service， 否则你的 message order 这个是，给足够大的数据，你一定会出现 message order auto order 的。好 ，group 里面杨洋说 ，group 里面每次有人发一个 message， 那所有的 member channel table 都会被更新一下吗？我们来看一眼啊，你在 group 里面发一个 message 的时候，在比如说你发一个 message 的时候，你要经过哪些东西？首先，你要去把它 message insert 到 message storage table， 对吧？你这个里面把 message insert 进去，当你 insert 成功以后，你去把所有的 membership 的 user， 比如说这个 safety group， 你去把所有那个 safety group 的 user 全部更新一下。更新什么呢？更新 unread message 和更新 last message preview。 所以是的，
是会更新一下，但是呢，这个很快。为什么很快呢？因为 Redis 能 handle 一秒钟十，可以很轻松的 handle 十的五次方的 request， 很快啊，这个很快的。就是你假设你这个 group 里面，像我们之前 assumption 是一千个 user 的话，并且你 Redis 也可以 sharding 嘛，你 Redis 本身可以 sharding 的嘛，你一千个 user， 你需要更新一千个 user 的 Redis record， 你可能 shard 到三个 Redis server 里面，你每个 service 只要更新300次，然后那你其实就是0.33秒。啊，就更新完了，其实很快的，非常快的。所以是的，你如果看过那个 Twitter 的那个 design 的话，你会知道 Twitter 的 design， 包括现在也是，它那个它可能后来做了一些额外的优化，比如说 Trump 这种有30 million 的 follower， 或者是300 million 的 follower， 当 Trump 发一条微博的时候，他所有的 follower 都会被 insert 一遍同一条微博。在早些年，后面他我记得他好像说做了一些优化 ，Twitter 好像做了一些优化。但是你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网络大咖，你作为一个 popular 的那个 influencer， 你发了一条 Twitter， 你所有的 follower 都会被更新一遍。所以说他们那个开玩笑，微博说那个不能支持两个明星同时出轨嘛，啊，就是梗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你两个明星同时出轨的时候发了一条 message， 然后这个 message 呢？你所有的 follower 全部更新一遍，然后你瞬间这个 red fan out 就爆表了，这个就那个爆表了。这块有个问题 ，Can we treat direct message as a single or double member group message? So we don't need different with direct message from group message at API backend. 这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做到的。包括。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你比如说这属于这个 random 里面属于这有 name 的 group， 你要是随便拉两个人，这属于 unnamed 的 group， 对吧？这属于 temporary group， 你 temporary create 的一个 group 是吧？这个和这个 random group 的区别就是，你可能 temporary group 没有 group name 啊什么的，但是你 direct message 也可以认为是，就是直接是就是一个 group 只有一个人，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一种 optimization 嘛。但是 direct message 如果和 group 分起来的话，有一个问题是你这个怎么 shard， 那你这块可能得对这个 group ID 也进行 shard 了，你可能得存两遍。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存两遍。你这块这个 group ID 和 user ID 你必须 shard 其中一个，但是你这个 group membership 可能从 user 来找，比如说我作为一个 user 我在哪个 group 里面，也可能从 group 来找我这个 group 里面有哪些 user， 这个位是 two way lookup 的。假设我们 shard 是 group ID， 那你 look up 的时候，你根据你的 group ID， 你就知道去哪个 shard 去找了。你比如说你 group ID 是一，你去 shard 一找就行了。你可能注意，我们可能有1000多个 shard 是吧？还有很常见可能有1000多个 shard， 你根据你的 group ID 就知道去哪个 shard 找了。但如果你找这个 user 在哪个 group 呢？那你就没法去固定的一个 group shard 找了。你可能要把所有的 group shard 全部找一遍，你才能知道这个 user 在哪个 group， 对吧？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能这两个得存两遍，或者是你这个 user ID 做一个 global， 你自己做一个 global secondary index。如果用 SQL 的话，自己做一个 global secondary index， 就是你就根据 user ID 你就知道在哪几个 shard 之间了。Channel table 里面是存全变量的 user 还是只是 online 的 user？这个不是个 Redis 吗？你可以 Redis 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 trade off 了。你可以只存 online 的 user， 那你但是有一个新 user online 的时候，你需要生成一个 generate 一个新的这个。注意，这个 table 是可以通过 message storage table、group table 和 friends table generate 出来的。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当你新打开一个 app 的时候，你就很慢。或者你可以把这个 Redis shard 层，就 Redis 也可以 shard 吗？shard 层说支持所有的 Redis， 然后你所有的 user 都存一个这个也可以，这个是一个 trade off， 好处就是如果只存 active online user 的话，你的这个 data 量比较小，但是你新 user login 的时候时间比较长。如果你存所有的 user 的话，你 data 存的量比较大，然后可能你需要不停的有 sweeper， 比如说把这 expired message clean up 掉，但是你 user login 的时候特别快。能不能把 group ID 当成一个 tag user 的 tag？ 那
这个是个问题呢，那你 group ID 如果当成一个 user tag， 你是存在 user table 里吗？那如果我不停的 frequently 加入一个 group 或者是离开 group 的话，那我是不是得不停的 update 同一个 table 了？也可以，但是还是有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我相对来说我的 message 比较少了，比如说我们 CEO Dara 的话，经常有人ping他，那如果你被别人ping的话，被人拉到一个组里面，就相当于 temporary 建了一个 group， 那你是不是也会出现我们之前说的 red flag， 是不停的 update 同一个 role， 就是 Dara 这个 user role 不停的在被 update， 说他加入这个 group 了，然后他又离开那个 group 了，他又加入这个 group 了，这个是不是一个 red flag？ 会不会把这个变成一个 hotspot， 然后会不会使这个 database 变得很慢？所以我觉得把 group ID 变成一个 tag 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group membership 是用 SQL 存的。secondary index 有两种，一种 secondary index 是 global secondary index， 这个 SQL 是没有 global secondary， 因为 SQL 不知道 shards 是我们额外在 SQL 角度实践的。所以这个 global secondary index 需要你单独去实践。这个什么叫 global secondary index 呢？给一个 column， 给一个 value， 它告你在哪个 shard 里面有这个值。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 shard 是这个 group ID 的话，你可以，如果你 lookup by group ID， 你可以直接找。但如果是 user ID 的，就找 user ID 的话，你可能去global secondary index， 然后先说，哎，在哪个 shard 里面有 Scott 的这个 group membership， 然后再去那个 shard 里面再去找。这个你要自己实践 global secondary index。如果是 local secondary index 的话，那就很容易了，因为你这个 local secondary index 说白了就是 MySQL 的 index 嘛，就是你在这个 shard 里面 index 好了，那你就只用 MySQL 的 index 就可以了。这是有不同的。你如果这个不太熟的话，你可以 search 一下什么是 global secondary index 和 local secondary index。然后如果这块就是，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中间还是有很多 context， 如果大家不懂的话，就是可以反复的查一下这个信息，然后查一下这个 keyword， 然后查一下 wiki 啊，或者查什么的，很多解释的很好，我觉得可能解释比我好多了。哦，没有看到有 Q&A， 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我想问一下那个 status 更新，比如说谁谁谁在线这个功能的 workflow 能讲一遍吗 ？End to end， 就我觉得这个更新的 frequency 是很高的，然后放在那个 table 里面会比较不合理。啊，我这边就是 again 说一下，就是我看到有人问，就是说这个 RQPS 会不会太高，放这个 table 里面是不合理啊？如果不合理的话，把它单独列了一个 active user table， 这个跟我们之后可能会讲 design Uber， 这个和 Uber design 是类似的。大部分 user 都是 not online 的话，可以就是放了一个 active user table。如果它这个你分析，你可以就是就是 quantify 的计算一下这个 QPS。比如说你要是10个 million 的 user 的话，那你实际上我一天大部分时间可能就是在线是吧？一个 user 可能一小时更新一下 status， 你算一下这个 QPS， 然后。这个 QPS 注意到你这个是要翻 out 的，因为你这个 user table 本身就shard了。你比如说放了十个shard在里面，那你放到每个机器的 QPS 合不合理？其实你这个对于每一个 user 来说，你如果一小时 update 一次的话，你放了一个 role 里无所谓，对吧？你一小时或十几分钟 update 一次，你放了一个 role 里无所谓。那你就是说你额外的这个对于这个 user table 额外的 QPS 放到 user 这合不合理？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不是一个 red flag。Uber 那个 case 可能是个 red flag， 因为 Uber 大部分 user 都是 offline 的，并且你 online 是非常 random 的行为。就是那个 online 的 detect 你是怎么 detect 的？是用 heartbeat 还是用就是他自己 send 主动 push 给那 surface 一个 notice saying I'm offline, I'm online this。我知道了，你这个 online detect 呢，其实是那个你可以用那个 WebSocket， 就是我对这块不是太熟，但是我看到的一些已有的实践、是用 WebSocket 的，就是说当我 online 的时候，我建立了一个 socket， 然后呢这个 WebSocket 没有 expire， 你可以用 heartbeat 来不停的 detect 没有 expire， 别人发给我 message 的时候，我可以 push notification 给我自己，就是 server 可以 push notification 给我这个 WebSocket， 然后 notify 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 status 是可以放到一个单独的 table。OK，
QPS 会不会太大？你 QPS 分两种嘛，一种是机器上的 QPS， 一个是每个人的，不会太大，因为你这个 WebSocket 的话，你这个 server 端你可以不停的 scale 嘛，就是你就是有专门有 server 管这个 WebSocket 这块的，你可以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 million 的 user， 你可以分成100个 server， 然后每个 server maintain 10万个 WebSocket 是吧？然后你根据 user ID 能知道哪个 server 关的 WebSocket， 然后来发那 notification 是吧？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好，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是大家消化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大家消化一下，这个有很多内容啊，这个其实想想还是挺复杂的，这个思考也还是挺复杂的，我也是今天下午花了2个多小时写出来的，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有很多内容可以思考一下，然后有很多 trade-off 可以想一下。我觉得想通这个问题的话，所有的 Facebook Message 啊，然后 WeChat 啊，这些都是相似的。然后你也仔细思考一下这个，我觉得因为我这个 design 的时候，这个问题我前后想过几次吧，我很多东西是没有直接写明的，比如说 availability 啊， reliability 啊，我就没有直接写明的，没有直接明确的说过几次的。然后像这个 high performance real time 啊，这应该 assume 的，因为这个中间加了很多 cache 是吧，这个 design 里面加了很多 cache， 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你像你用 SQL 的话 ，SQL MySQL 的话，就是average P50 可能就是10毫秒 ，10 milliseconds。你用 Redis 更快了，可能不到1毫秒，是吧？不到1毫秒，那你整个 end-to-end flow 其实非常快的，非常快的。你这个 DynamoDB 它其实批评挺多的 ，DynamoDB 相对来说它那个 latency 比较高一点，但是它更 scale 嘛 ，DynamoDB 是 infinite scale。如果你从 scale 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 design 是 infinite scale 的。DynamoDB 是可以 scale 到几千个 nodes 上，就是它本身就 native 的支持的，以及 prove 了这个它，并且如果你看那个很多 research paper 做那个 results 的话，它 scale 它那个 nodes 数量是和它 performance 是线性的，你不会说就是突然就不 horizontal scale 了，它这个 Cassandra 和这个就是类 Dynamo 这个那个 scale level 是线性的 ，scale 非常好，就是最好的 database scale， 从 scale 的角度来讲是最好的 database 了。然后这个 Amazon S3 呢，这个也是可以无限 scale， 你可以不停的往 push 里面 push 那个 resource 嘛。然后这个 SQL 的话，你可以 vertical sharding 和 horizontal sharding， 你也可以 infinite scale， 所有这些都可以 infinite scale。你像这种情况下 ，Redis 这个你也可以 shards 是吧？因为你这个 user， 你作为一个 user， 我作为一个 Scott user， 我不会看到 David 的界面，所以我这个对吧？我这个是可以，也是可以infinite scale 的。怎么样得到这个 tool capacity latency maximum concurrency 啊？读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现在有人能非常疯狂的能支持一个单机能支持4 million QPS 了。你读它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个 normal request 的话，那4 million 肯定是达不到的。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读和写的一个 normal request 的话，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有读有写 normal request， 可能要出一个40。可能不是400万，可能是个10万左右的 QPS， 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它出一个40嘛，因为它这块只有读，所以你需要这个日常经验积累。然后，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比如说在 Uber 的时候，有很多 dashboard 可以读嘛。你比如说这个，我没事的时候看一眼 Kafka 那个，你需要对自己的 service 这些数字了记于心嘛？就比如说。你 design 的时候说，哎，我要 design 个 real time service， 我要进入 Kafka。那别人问，哎，为什么要进入 Kafka？ 那你就可以说，如果在 Kafka， 如果是 single data center 的话 ，latency 就是5毫秒左右，是吧？P50， 你看一下 dashboard 是 P50， 就5毫秒左右。那如果是单 data center 就没问题。但是我们不是有个 cross data center 那个 aggregate Kafka cluster 吗？它其实它那个 latency 我记得也是个 P50， 也就是100来毫秒还是多少的，不是太大。但是我个人。体验过就是那个 cross data center aggregate Kafka cluster 有过几分钟的延迟，但是可能就是 P999 那种了。所以这个你要读，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这个 persuade product manager 或者 persuade staff engineer 的时候，你对这个理解很深的话，你就说，哎，我就抛出一些 data， 以 data 服人。如果 Kafka 在 AWS 很贵，可以用 Kinesis。
AWS 有自己的 Kafka， AWS 有一个 SNS 和 SQS， 它好像还出了一个，对，好像那个 Kinesis 好像是新的，它有个 SNS 和 SQS， 我不是太熟这块，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 side project， 我只是读过一些，但我没有读过这个，对，这个每个人经验时间是有限的嘛，只知道有一些那个，对。用 SQL 的话会默认它支持 data partition 吗？ data partition 不是 NoSQL 的 advantage 吗？你 data partition 从 SQL 的角度来讲，它不知道什么是 data partition。 data partition 是要你 engineer 自己做的， infrastructure engineer 自己做的。说白了 data partition 来说，对于 SQL 来说，每个 partition， 对于假设我是个 MySQL server， 我是 partition 1， 我不知道有 partition 2,3,4 的存在，这个是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做 data partition 的时候，实际上你要做两个东西，一个是你要把 MySQL 呢，就是 natively， 就是你要有个 membership management， 这个 membership management 就是哪一个 partition 在哪一个 MySQL， 哪一个 partition， MySQL server partition 在哪一个 node 上，这一般是用什么搞呢？一般这个是用 rulekeeper 搞的， rulekeeper 一般是做这个 membership management， 还有这个 partition 这种 metadata 这种东西。所以你当你 shard MySQL 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实现一个 MySQL， 就是你用 rulekeeper 来就是加一个 MySQL， 你就可以实现了。对于任何一个 MySQL 来说，它是不知道 partition 的，它是不知道有多少 partition 的。但是 rulekeeper 是知道哪个 partition， 哪个 data 在哪个 partition 上，哪个 partition 在哪个 node 上，然后还有包括什么那个，对，在哪个 node 上。然后你同时要有个 lookup service，lookup service 你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但是很多时候你 lookup service 要去那个 rulekeeper 来找见这个 membership mapping。如果你这个对 data partition 没有读过的话，我非常推荐你读一下 Uber 的 Schemaless， Uber Schemaless 在16年的时候发了三篇 paper， 写得很不错，不是 paper， 就是 Uber Engineering Blog， 写得很不错，其实写得挺不错的，还是 Schemaless 的那个 Engineering Blog 写得很不错的。好，我觉得差不多到这里了，我现在stop recording。